那咱们试试吧，李永琪那段好呗，是吧？早也判，晚也判，早也判，晚也判。哎，我试试啊，我给你关门啊。哎，我别起高了，哎，也别恨。这关键是什么呢？关键老乡这俩字啊，得叫准了。这俩字叫不准，那调就不对了。好吧，老乡，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，要消灭反动派，盖地一根冷根换天，盖里根东几十年闹革命，南北转战里根东，共产党毛主席噔噔噔噔里根东指引我们向前，一颗红星头上戴，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，为的是扫平北虎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嗓子没那老生那味儿了，这张嘴调门就不低。然后我听你说老乡，我还以为要往下走呢。然后接了，能接吗？我给你过门。啊，我会过门，我就会过门。当当当当了，你来当了，当了当。你看我这做派。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盼出换双，对吗？对对对，望穿了双眼。怎么唱来着？望穿双眼。一块冷。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。成我唱了，这好。还有人喊我唱的好，你们不亏心呐？两段都是人家唱的，一下没留神就掉坑里了。哎，不是，您在坑里唱得很开心。韩玉清唱的不错，确实下了功夫，下了功夫。就是没学过啊，完全就是听收音机就这么学的。其实这个学传统艺术，这个学操是非常重要的，对，特别重要。今天我觉得这期节目会特别好，没有这么水平这么高而且这么配合的嘉宾。你知道好多嘉宾来，我们得费多大劲才能往沟里带他吗？不是，关键是什么？我喜欢这个，他们没有什么这种感觉的节目，这路东西的没有。我们可能没有其他的节目档次这么高啊。哎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咱这朋友之间聊天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能聊得开心，能聊出点玩意儿来，我觉得这个挺好啊。